飘到云霄，我就我一人飘，你和我妹妹的咏诗歌149首，好听的是绝对开始，咱先来进行本周的金句，请吴大哥来带领咱读一百句的金句。我先读一遍，咱再过来读一遍。今本周金句，上帝啊，你的慈爱比生命较好，我的事情要服务你。首先，那个三分，就讲到这个。上帝啊，Thank you.
下面要再来进行咱的奉献，请咱的同工来头前。咱奉献时，咱来唱甘心的奉献，拢总来起立来唱两拜，来进行奉献。生生的恩赐，我愿意乐意的奉献，主所愿意，注定的大无比，我愿意成为你奉献一切所付，多感恩主。搁一摆。甘心的奉献，主啊，愿意乐意的奉献，主所欢喜，主听的大无比，我愿意成为你奉献一切所有，都当我主。今天我们感谢祝福你的当真，我们请进来感谢你的主，祝感谢你修复完每日健康的幸福，在每日以供应量和好万教化万好万一切让我祝福我三分的心，祝我们特别感谢你再见，就在新竹县，我们乡镇，那个我们乡镇，你当来，我们当乡镇，我们当首富，我们当首富也当不，我们不过就我们当发财，就是我们结合了，我们比较特别，我们在我们当地的乡镇。都是刚刚人跟一些小的地方，但是其实很少见，很多是我们觉得最大的问题，就是那个重压，也是在当前，就是要设计的性，就是里面那在啊，我们应该是给他做了些什么后果和代价。啊，那这大家平安，平安，啊，非常欢喜。伫咱即季慢慢已经进入秋天吼，分无只礼拜真热，总是渐渐的，咱的天气愈来愈好吼，愈来愈好。咱今仔日真感谢陈老师、牧师吼，带来许些爱信息，一种圣经的话来咱面对，咱来陈老师来感谢，互咱同学感谢吼。有看到两位的朋友吼。来介绍一个好不好？哦，是是是，吼，廖华姐吼，诶，是是，哦，是是是，哦，欢迎吼，欢迎欢迎，嘿，欢迎吼。地道以来，哦，你有嘛吼？嘿，阿伯老师在问吼，嘿，对，你要过吼，你要过来吼，那么欢迎吼，廖华姐吼，你夫妇吼，今天特别来参加我们聚会吼。那么看见蔡教授吼，蔡教授倒当伫咱中间吼，蔡教授这段时间内吼，这段时间大家是我蔡教授才种消息哩哦，唔是啦吼，伊去苏格兰吼啊参加这个苏格兰的公投哦，这个国家公投国公投的这个活动去观察团吼，出去两三礼拜，回来了后呢，佫一四个吼，即马拢会做见证吼，去台中。台中台湾公司嘛，邀请伊去做见证吼，伊非常欢喜吼，咱今日欢喜伊回来吼，上个保守伊的身体啦吼，特别伊所做的事工伊的工程会通得到上主特别的照顾甲保守，即嘛几项代志吼，爱咱特别吼来关心，就是即个咱的林鸿章牧师呢，已经出院等于离厝，总是呢吼。医生交代，伊三个月内袂使出国吼，
就是因为伊个头壳有受伤，吼、哦、啊，即马本来伊讲话就真慢吼、哦，啊，即马愈慢啦吼，愈慢，所以你要甲伊讲话，你也真有耐心吼，伊会甲你讲吼，病牧师啊，我足欢喜看到你安尼吼，速度真慢吼、哦，表示讲伊这脑部伤受伤吼，啊，佫爱一段时间恢复吼、哦，啊。我甲阿伯老师、啊郝贤老师有去甲伊看吼，啊，阮等于有搁招伊开会啦吼。虽然讲伊安尼受伤，啊嘛是爱甲伊安尼小看，啊，互伊头壳安尼较清醒安尼吼。啊，咱特别为着伊祈祷。啊，另外呢，甲咱报告一个，咱大家拢咧关心，就是张延兴教授，啊，咱感觉真可惜吼，真可惜，上帝掉伊个性命，啊，已经离开吼，已经啊离开咱啊。张教授呢，伫今年二二八了后，啊有，阮有一摆就是这个有关这个台湾的教育界，啊的一个研讨会，啊我有甲伊翕个阮大组会，和阮共办，啊我特别甲邀请，我明年呢，明年的二二八，啊是咱台北中会主办，啊因为我是台北中会教协部的部员，部长呢特别。交代，讲啊叫我爱负责啊，这个二二八的这个啊，规个二八的对数的活动。啊，过去咱台北中会、七星中会、甲西米中会这三个中会合办，拢伫东门教会出席人数真歹。哦，因为大家想讲这同一日办的吼，变作吸引故事啦吼，等于讲应付一个安尼吼，啊，拢差不多，敢那参加的圣歌队五六十人。啊，参加的会友观众差不多三四十人，加加咧无甲一百人吼、哦，啊，这真可惜。啊，所以今年咧，咱啊特别咧扩大，我甲讲，咱今年若要办，若要啊要求我办会使，要办在二二八公园这个所在，较有意思啦吼。唔、哦、是干那教会来啦，咱来开放，就较侪教会外的人啊，因来参与这个对书的活动。啊，我有特别邀请张延兴教授。讲张教授，啊，明年呢，吼、哦，阮主办啊，拜托你时间先留落来，当前我都甲约啊，吼，啊，伊甲我答应，伊讲伊过去二二班的咧刷两单，拢伫台中，拢伫台中，我今明年呢要倒转来咱台北，啊，无疑我呢，啊，这个约束煞无法度实现啊啦吼，啊，已经离咱开，所以伫啊祈祷中间咱三少念，啊，咱希望讲啊会通有较济人。啊，为着这个二八的历史啊，继续来努力。另外，甲咱报告就是啊，长期啊，江苏原住民诶启蒙运动啊，嘛是咱的好朋友啊，董牧师哦，伊是太阳哦，太阳中会啊，伊呢啊，差不多二三十当前啊，阮对着阿伯老师，阮就一直的关心，尤其呢啊，伊伫太阳中会一中间，太阳中会是咱的。长老教会第一个中会通过所有传教者啊接受幼安训练的一个中会，所以台下中会所有的传道师、牧师拢总爱接受幼安的训练，哦，这是真无简单。啊，董牧师伫中间扮演真重要的角色，伊嘛捌担任过呢新德哦新德官原住民的议员，哦，总是伊顶礼拜啊中风真严重，啊带去咪到一个嘉禾病房啊。阿伯老师、甲郝贤老师，你来看吼，啊，伫这礼拜已经有啊来到普通病房，表示讲病情较稳定啊，总是较等礼拜煞，哦，牧师会甲阿伯老师，阮继续来甲关心吼，啊，若时间会拄好兄弟吼，咱有缘人会当做伙来伫待待吼，伫待待病院直接就近尔吼，啊，先甲安尼甲大家做一个报告，做一个报告。另外呢，啊，这礼拜呢，这礼拜啊，初九。就是要来的十月初九，啊，因为这是临时的吼，临时的，啊，咱会有五万较侪人来参加，就是啊，咱的 TPN 就是中信第三只冲突管理的这个管理大师呢，叫 Preston 吼，啊，这个人啊嘛是我的老师吼，我的老师啊是郝贤老师的老师吼，啊，伊呢是初七暗要来到台湾。啊！要伫台湾来举办第二期吼、哦，第二阶段的 TPN 的训练啊，这个是一个足重要嘛，非常要紧的训练。啊，我囡仔吼，我囡仔才上过第一个阶段，我甲要求伊咧上班，其实足困难请假。我讲
一个你后面安那你这边吼，这江苏对加拿大来吼，哦，你一定爱来参加吼，所以把我们签到签落啊吼，签到他来参加这款的训练，我觉得是真难得啦吼，真难得。啊，为着这个训练阿松，咱要求拜托伊吼，讲你来卖干阿对这学生训练啊，有当对教会来开课。啊，所以十月初九特别吼要举办三点钟的训练。啊，咱的企业训练是四十点钟，吼、哦，五天都是的。这个是三点钟的一个演习会，就是讲来处理有关教会内面所发生的冲突。哦，教会内面到底有啥物冲突？咱常常讲，啊，教会无冲突啦，大家拢和气一片啦，吼、哦。等个代志来时，讲话教会要分裂啦，吼，后尾分裂啦，是牧师带袂调啊，要走啊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冲突拢无要处理。用啊用耶稣基督的听来包含，当然一半对啦，但是一半无，一半唔对，就是无处理冲突啊冲突。吼、哦，咱唔通感觉讲冲突是无好，冲突有时是人的社会，只要有冲突，有人就有冲突啦。但是你安那通过信用，通过咱对冲突的理解，通过人的需要啊来训练啊，互人知影讲。伊要安那去处理冲突，这是一个足重要的功课。所以呢，十月初九，哦，这是礼拜四，哦，是月底吼，唔是周末，哦，中间有一挂人未当参加。不过呢，十月初十，哦，是连续的假日啦，哦，所以咱十月初十咱无要办开，惊讲连续假日有人出外去，所以咱办十月初九。啊，这苏米老师吼，伊虽然咱是个要求吼，伊讲 OK 啦吼。通常呢，先来第一日、第二日，还佫头壳戆戆的，然后总是伊啊真关心，伊讲好，伊愿意啊来举办这个婚礼。啊，我无输其他讲，因为这吼，这我有已经第一时间接到了，随联络台北中会、七七中会，吼、哦、所有的啊这同工以及教会，总是呢，我知影这款的报道吼、哦，这款要来报名的，可能无了解的人袂侪啦。袂济啊！我无输其他讲，咱个教会较济人来参加哦。每一边咱教社部办个活动，大家咱个教会拢真济人参加吼、哦。啊，这边嘛讲啊，唔是要干呐，但是讲老师即个老师旁边啦吼。我是较重要是讲，咱有需要去了解哦，即个物件啊，这是宋义的经验是圣保罗大学创作研究学院个执行长，我是执行长啊，足有经验个吼。啊，我嘛一直是要去上伊个课啦。虽然我已经上过伊个课，但是我期待吼，啊，时间对我去上伊个课，这是非常重要、非常好的一个讲师吼。这个甲咱做报告。另外，十月十七、十月十八，是咧，十月十八呢，就是拜六吼、哦，拜六啊，这是总会要求呢，吼、哦，咱来办一个叫做股权回算。啊，股权回算通常啊，教会过去咱拢较消极。他消费就是讲，啊，都卖给人的钱，卖到别个去了。啊，不过呢，吼、哦，咱啊台北中会呢，啊，伊这边啊，伊要求律师代伊做设计吼。啊，我讲对圣经内面到底基督徒对核算，到底啥物特别要请江苏当中什么阿弥陀佛名讲啦吼。啊，另外就是讲教会呢，要安那积极去推动反对核算，你对这边的选举，这边的选举，吼、哦，这看起来就未来两冬后。哦，这个总统的选举啊，所以呢，这个选举，慢慢看，希望咱继续关心啊。特别呢，特别有回选的候选人吼，这款候选人咱要回选啦，因为这是无下上帝的、无下圣经的信用，也无下主一个人的尊严。用五百块是咧买咱的尊严吼，啊，咱有上帝的形象，咱敢袂使五百块、一千块就甲咱买去？哦，无遐尔廉价啦吼，这无。这么轻薄，然后我足俗个，讲啊，台湾人是安怎个一千块，我就甲这张票、甲尊严买出去吼，啊，这是足可怜啦吼。啊，另外这两天呢，伫昨开始，昨下开始，啊，伫这个地堡吼、哦，地堡啊有一挂朝运，就是讲无可瓜牛，啊，因伫这个所在咧抗争耶稣地堡，哦，耶稣地堡就是讲政府呢，这几十年来世上讲咧打房，结果呢？厝价唔也无啦，都一直起，起到差不多未来青年无可能买厝啊啦！哦，地保平方一平偌济啊？400万哦，400万哦，咱可能一个人，咱个伊个身躯可能大个咧，无100万哦，啊一平400万吼、哦，400万这唔知要安怎大吼、
一年四百万，而且是足悲哀的吼，足悲哀。啊，政府对伫即个房屋的政策，或者个不互动的讲经济压迫，这是另外一种压迫的。经济压迫咱看未到，政治压迫有时咱感受较会出来。经济压迫在讲啊，你台湾人足贫困呐，啊，你艰苦都较困难嘞，较困难来拼就好啊，三顿啊，够饱就好啊。但这唔对啦吼。上帝国的道理不是安尼，上帝国的道理是讲每一个人爱伫上帝的国度内面享受真实的尊严，受到尊重，包括伊的大、伊的生命、伊的安全、伊的居住的安全，拢爱受到照顾。这才是咱咧追求上帝国的观念吼。啊，所以吼，咱关心啊，这个地堡迄、那个所在特别呢，啊，那是有啊，这个继续这款的活动，因为咱听说。好，咱就当继续哦，常务也是关心。啊，今天下晡一点开始，伫立法院嘛有啊，有关这个婚姻平权的一个运动，啊，即个青年吼，啊，比如教会的青年军啊，有组织阵吼，因今仔日啊，伫立法院这个所在啊，为着要争取婚姻的平权啊，因为啊，因为这个婚姻平权已经摆入伫立法院内面，哦，伫立法院呢，这个啊，提案人。就是这个法庭晚会哈，法庭晚会啊，这个什么美女啊？姚美女哈，姚美女，伊即马是这个法务委员会的召集人，已经摆入议案内底。总是呢，总是听讲到委员肯定袂过啊。国民党有九个委员，但是有五个是公开就是表达反对这个法案。啊，另外民进党吼有四位吼、哦，啊，伫这个法制委员会，啊，但这四个咧，听讲出席拢是真好啦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吼，因咧担心讲这个法案是不是会当通过吼、哦，啊，这个嘛，特别咱大家啊，做伙来关心吼、哦，啊，以上这几项的报告。另外，这个报告就是北门教会咱的母会，十月二十六吼要举办啊，这个50周年的庆典。啊，十点，今门礼拜后，伫中安西路287号3楼，家庭下要举行爱餐吼。啊，咱希望会当啊，大家来去报名吼，报名费是100元啦吼。啊，这个吼，咱啊做伙来关心吼。啊，咱嘛今日看到这个关关姐吼，关关姐嘛真久无看到吼。诶，林先生还是咩？今日啊，对，今日伫咱中安吼，啊，完全就高兴吼。啊，咱后礼拜的时间啊，主力是牧师。我本身是会阿且毛丁乐啊，他身边阿且锦绣姐吼啊，林所陈江林所毕小姐啊，焦太吼啊，林大哥阿龙展吼啊，洪佩吼梅慧姐啊，毕小姐啊，台中部阿锦绣姐吼啊，以上比较来报告。啊，多谢各位报告啊，刷接咱来用。上营396首，啊，临时刷，就请大福慈牧师来祝福，啊，作为来去来去来背诵这篇经文。阿弥陀佛，救主苏红，我心中常快乐，大家家人亲来互助。我已跟对主卡布，对主卡布，对主卡布，天归公亚主抓罗，眼根观遍归主神庙，中观心即为家呀，天命万国怕会修仙，岂该为主？Yeah.
愿恁这个主耶稣基督丰富的恩典，天父永恒的听，圣灵亲切感动，是伫你伫恁心中，对即时到永世的无尽。阿门。来啊，再给咱补充两个报告吼。第一个报告是十月二九。八月三十到十月到八点半啦吼，到下晡五点半，伫中山教会有一个非暴力自我解放的研讨会吼。啊，这个呢，这个是咱这边特别邀请这个非暴力大师吼，金夏伊的秘书吼，叫杰米拉吼，啊，执行长吼，伊执行长吼，杰米拉啊，甲一个某，因两个人呢吼，啊，特别花时间吼，这世界级的啦吼，这要来。尤其咱这个台湾的非暴力抗争已经伫成熟，慢慢啊进入伫成熟阶段啊，是咱个需要这款的训练哦。啊，所以前面啊，伊咧利用啊来到日本这个时间，阿伯老师哦特别个邀请，特别安排吼、哦。啊，伊十月二九吼，十月二九是拜三吼、哦，拜三早早起是九点开始吼、哦。啊，有规日的活动吼。哦啊，另外十月二十开始，吼、哦，十月二十开始，伊要伫台中、礼拜日三中，啊，有连续五日，伊原是啊，一个训练，啊，我甲蔡教授吼，阿、啊、伯老师，我拢袂去吼，所以请大家等来参与吼。后礼拜，咱的礼拜的时间呢，啊，同款两点二八分，啊，这个台北中会团导播。哦，团队部啊，有拍电话，我是讲伊要来关心啦吼、哦，关心咱的机会吼，咱这个啊弱小的教会吼，啊，要来关心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后礼拜咱啊兄弟呢吼，啊，咱会通啊，大家啊做伙啊来关心啦吼，卖、哦、讲人爱较济人啦吼、哦，总是呢吼，会当啊做伙啊来参与啊，卖这个团队部因来讲啊，他还无三点零，我咧礼拜吼，安尼就歹势啦吼。啊，万公大家继续关心吼、哦。后来，啊，那么看到咱少年朋友吼、哦，少年朋友来吼，伟礼吼，啊，周伟礼吼，啊，伊是这个咱的台左维新吼，啊，这边呢，伫中部伊也参加一万的训练吼，啊，伊妈妈也是读书啦吼，啊，伊爸爸吼，大部分是这个朋友吼，老朋友啊吼，啊，伊阿公呢，他大部分是算计师，阿公是外条啊他哦。啊，所以啊，伊嘛是第二中牧师的孙啊，第二个牧师伊也叫八公啦，我大家知影吼。那伊话欢迎下面朋友发来给咱点赞吼。好，阿姨，今天这是嘉南教会，太平间教会吼，是欢迎，啥物名？思娟。思轩，好，来欢迎哈，欢迎这下面朋友来跟我们点赞哦，然后让他们通过来，过来哈，欢迎这下。来，阿伯老师要报告是无来？拄啊，迄两日，而且中山教会迄个是八点半到点报道吼，这第一点，第二点是，请你一定爱报名，因为伊有包括中餐。第二就是伊要准备一套六本的册，所以中餐啊，甲准备遐册，所以你讲一百个人去的是要准备一百套六百本的册，所以请咱会记得甲伊报名。啊，报名是总会分机，总会是23625282，分机是255，然后加分小姐，然后加分，这是第一点。啊，迄、那个第一点，向补充第一点，啊，迄、那个 program。是九点开始做迄出纪录片，啊，毋捌看到迄纪录片的，请咱会记来看。这个地汉字的名，大教授家会做作水，从园丁下新奇的处方，英语的名是讲如，英语的原来的名是讲如何发动革命啦，如何发动革命，当然是非暴力的革命啦吼。所以请咱招较侪朋友。来看，三甲思考。啊，第二点我要补充的，就是迄、那个是二九、三十、三十一、
甲十一月初一三天有 workshop 工作坊，结束咱啊，咱毋是相信啊，反倒讲啊，台湾咱民主运动做遮尼久，建国甲遮安尼，你感觉想讲你有得对个？咱有办真济活动，总是咱走个方向，无得去将第一个方向正确个走。咱去红色个，新娘天色个，国民党色个代志啊，互咱去动员，动员做啥？消磨咱个资源，啊，互咱得来得去。所以咱袂当真大个进步。所以要对更加大的宏观的策略，啊，这个是策略的工作方。所以，这独立团体五万，较重要、较直接会来参加，人数很济，二十五个尔，收济做无代志。所以，设施咱也知影讲，多一个团体、多一个人应该爱去的，才能解鼓励，也是互我知影，拜托。三天，拜四、拜五、拜六，十月三十、三十一，十一月初一，足重要吼。啊，补充拄仔在讲个 Brian Storm， 啊，伊这个人，这执行长，这真特别。伊背景我想要甲恁讲，伊个老爸是加拿大有一省，对西部温哥华，伊算做英属哥伦比亚。隔壁像阿尔伯达，伊个老爸捌做过省主席个人，骨足个，捌做过农业部个副部长个人，啊是加拿大圣经公会，当讲理事长是，啊是，啊董事长，伊做三届，做九年圣经公会个底啦，就是真特别个人。骨一项，迄只写了，敢若有一个坎嘛，然后只坎嘛就较无共款，伊是圣保罗大学。不是聖保羅大學的一部分，聖保羅是天主教的大學，加拿大充足研究學院是獨立的學院，跟他們沒有關係，總是天主教的大學有那個智慧跟阿良說，欸，這麼好的學院，他們掛，他們有四棟，英語說 Four Wings， 四棟的一棟給他們聽，我們長老教會大學，那個講講也沒有，真可惜。所以五万，哎，三个指导，五万，咱的教会大学，办教会人，不是为着办教育，是为着这个国家要安那来培养，有理想、有魄力、有才华，将来的国家。所以，请咱在指导中间，三个为着台湾的将来，为着咱台湾的教会来指导，多谢。老师，你到遐食中昼，还佫六本册，安尼爱报名费偌济？原来我爱收钱啦，啊！我甲洪德博士讲，卖收，包括这会议，这拢爱收，我唔免，卖收。包括迄个工作坊，嘛免收，迄是三工两暝。咱到遐来，一旦来见。多谢吼，我甲大家报告吼，唔是免收啦吼。拢阿伯老师吼，后壁咧走总啦吼，伊安尼车开咧一四个美国咧无款吼，美国我无无，哦美国，美国我无无，哦，怎么无安尼吼？怎么无？哦，阿伯老师吼，一四个咧走总哦，所以那分车哦，啊，食中昼拢免费吼，拢免费吼，所以啊，免费就是表示工作少个啦吼，因为这江苏干来一抓吼，干来一抓，干机票费甲伊演讲费不得了。啊，阿伯老师呢？哦，伊伫加拿大一四个啊无款吼，啊就伊个在运动吼，啊咱特别啊望上帝保守伊，特别伊个身体吼，大家关心伊吼，啊八十，伊甲我老爸同年个啦吼，伊二十二岁吼，我老爸嘛二十二岁个吼，吼二十一年吼，甲我老爸一岁吼，啊阮老爸已经去上帝啊报道差不多三十单啦吼。这个是很重要的，都是很感谢的，所以我们接下阿伯老师的分享报告，也有很多人参加，我一定要讲，我们来一位也是新的朋友，来介绍一下好不好？我们跟你请好，
这是哦，是吼，是教授吼，嘿，是因为这个原因吼，咱欢迎伊吼，欢迎伊吼，啊嘛，欢迎啊，对这个女乐团啊，吼，咱的徐老师吼，然后老师吼，谢谢伊吼。在咱这站吼，会当啊，大家联谊啦吼，大家联谊啊，交谈吼，谢谢一种。结构有点。